我同行，你应该值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相逢，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。迎着微风，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Must I remember?你应该值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与我同行，你应该值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与我同行，你应该值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欢迎收看超级夜总会，用心来做会，耶！我这边朋友你好不好？好。三个朋友大赚钱啦！下面顶吼，拢是经过五关斩六将，拢是歌手比赛出身的。这两位吼来接受咱现场朋友来点歌啦。不哩个，这头一条歌是咱这个超级夜总会粉丝团点出来。网络点的呀。超级夜总会的制作单位，你们好，三位主持人，你们好。好。我是来自高雄的忠实观众。高雄的。我的爸爸嘛是恁节目的忠实观众。感谢。我想要。甲恁点歌送互我的爸爸，爸爸，我知影我今嘛哦，一直互你对我感觉足失望嘛，足艰苦，因为吼你总是担心烦恼我的工课，啊烦恼我足多足多的代志，啊我想要甲爸爸讲实的，啊，因为呢，我总是互你安尼滴滴咧烦恼啦，啊我嘛是想要多谢你，为着咱的家伫咧伫外口伫咧拍拼。做工作，你的辛苦跟你的忝，我拢看伫个目睭内底，足有效诶。大概看你安尼，我拢感觉足唔甘诶。我想要甲爸爸讲，我永远爱你，你辛苦啊。哎呦，向爸爸致敬。伫个即个未来的日子，我袂阁互你为我烦恼啊。所以伊今仔日呢，伊想要点杨宗宪的这首《爸爸亲像山》，感谢咱的制作单位以及咱的主持人。伊收到。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段。其实我从小也是算单亲家庭啦，所以爸爸家用跟我家大汉。一般咱来听单亲，拢会讲是妈妈家用咱，吼，真少讲看听到爸爸家用你大汉。所以刚刚唱这个歌有所感。真正今年的故事，爸爸亲像山。就好亲像讲，伊是爸爸带大汉的，但是我伫影个界，我是一只狗甲饲大汉的。狗嘛是跟爸爸，跟爸爸同款，伊对我永远的舒服，就是徛咧台顶位彭佳佳先生。好，